来两排吧，可以吗？鸡翅，下来十个吧，骨头直接给我吧。我要，还要。纯肉自由，这是酣畅淋漓的一次进食，根本吃不来鸡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坐在这里吃一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自助局。打算去吃一家我收藏了很久的巴西烤肉自助。今天打算偷个懒。你好，约了11点化妆的。宝贝，好漂亮啊！女装这里就先跳过了。如果有姐妹感兴趣，可以单独出一个视频。你们就是做美食博主，真的太会夸了。哎呀，给美女化妆这是赏心悦目，得流行者得天下。那我们现在只剩腮红了，腮红就用我自己的吧。可以。最近很喜欢这个桃粉色，这种是按功能搭配好的，正好省得我找单色腮红给你配。蛮方便的。这里占比最大的是膨胀色，在我们的眼下凹陷的地方轻轻按压，这个小小毛拖鞋区分很温柔，不会一下子颜色过重。你看这边黑眼圈暗沉都不明显了，我好喜欢这个蜜桃粉。眼睛下方这块区给它点一下，像我中庭有点长，横着扫一下，下巴也来一点。你整个粉嫩住有没有？最后用这个收缩色收窄一下轮廓。哦，真的很收缩哎，那我也得去买一个。你们看，这边显得脸都小了。用腮红扫一下额头两侧更显嫩哦。那帮我们吃什么来了？我要去吃自助啦。绿色的是开始，红色暂停。没有记号。来两排吧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大概有40人。谢谢。没有。天哪，第一个就是虾，我也太幸运了吧。你好，那就放这里吧。这是什么产品吗？对，都给我吧，正好可以放吧。哇，谢谢。当当，它这上面还有撒椒盐哎，尝一下。哦，爆浆了。感觉他们这个虾有点难。啊，这还有黑椒。吃起来是蛮 Q 弹的，南波算好吃，我觉得他们这个黑胡椒酱还挺好吃的。第一次吃黑胡椒虾，发现新大陆。鲜甜的同时又很 Q 弹。吃自助就爱这种不占肚子又好吃的食物。酱汁很爽哎，不过这真的是我剥过最南波的虾了。它这个头都还蛮饱满的，我最爱的黑胡椒酱多多的，这还拿不下你。这么一大口吃下太爽了。还记得这边的五花肉。香。还有旁边金针菇，那味道肥牛要要要！哇，我这个视角就正好看着大哥切肥牛标志，我感觉可香，还是热乎的肥牛。果然有一点肥的肉吃起来贼香，而且他们家肥牛还有淡淡奶香味，慢，再蘸一个辣椒粉的。我个人更喜欢黑椒味。当咖喱鸡，鸡皮烤得很香。这咖喱鸡啊，我要，两个就行了。好，谢谢。每样都想试一试，嘿嘿。哇，金针菇水分很多，还自备了大蒜。烤肠来两根吧。好，谢谢。姐妹们来吃的话，一定要带蒜。等等，超级大的热狗，这真的很实在，很经典的火山石烤肠的味道。大家来这吃肉的话，可以跳过。又暴富又不回本。羊排。哇，有没有？我感觉味太高了，因为它很有这个。哦，红标志可以了，谢谢。哇，这个羊排绝了，骨头直接给我吧。
我真的是看着它标志的，你们看这油乎乎的。羊排还保留了它本来的香味，它的香料味不会太抢味。羊排上需要吗？要个3块就好。好的。哦，可以。就是根本吃不来及，这种上菜感觉太爽了。嗯，超赞。酱肉串也蘸干碟。哇，好爽，牛仔骨。炖得很软烂，抱着骨头啃也太好厚了吧！我感觉他们家的肉都是有奶香味的，好神奇啊！谢谢，哎，赶紧把我的牌牌。我刚才听他们讲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坐在这里吃一天。感觉这一餐还是挺划算的，没有时间限制。中场休息，来吃个玉米。嗯，这里面吃起来还是软软糯糯香香的，但外面有点硬邦邦的，很像外婆家那种煮得过夜的玉米。总结就是不太好吃，大家看到能跑多远是多远。我吃了好多这种自助台上的食物，但是还是没有等到鸡翅，真的很想吃鸡翅，但每次到我这都没有了。有更多的吗？鸡翅还要现烤，因为我这是这是最后一波了。哦，好的，那全身给我吧。你如果还要的话，还要现烤的。哦，还要还要还要。这鸡翅我真的得它两轮了，才轮上这么7个。迫不及待来尝尝。哇，上鸡翅真的很好吃哎，它这个不像是奥尔良的口味，倒有点像偏盐烤的那种感觉。来试一下能不能一秒脱骨。发现真的。这鸡翅真的很好吃，我感觉应该是他们家的 number one。正当牛舌，嗯，这牛舌看着这么厚，但是吃起来非常软烂，一点也不柴，而且汁水很多。这一顿。好啦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们看到这里，一定要给橘子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。我们下次再见，一定要赞，天天开心，再会。鸡翅，吃来10个吧。哇，哇，太香了！大家要是来他们家，一定要点鸡翅呀。剩下来的这回真的慢慢吃了。好啦，拜拜。